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，我是香南，这个来完成酿酒的一点太阳、哎、活像一点活像。这不拿个圆子先换吧，中不中？中啊！不能铲子弯着，它铲子弯着，先削嘛。铲子先削。蒸着也不能蒸着个蒸着。哎，做水可掐吃了的，这吧？嗯。没多大个根儿，它往里头。没多的才这仨儿的根儿出来。啊，仨儿的根儿啊，得三根儿。咦，就这都带了可多土。嗯，可累了。中吗？三一的就拿一筐。一筐都够了吧，嫂？一筐都差不多了。反正他一，咱会印，会印，咱们都一筐都够了，一筐都够了。再弄个那，弄个那啥，哎，艾叶儿。嗯。你看这棍儿这么大的都，呀，他这出来土壮了的，你看，腿子怎么样？不是壮着长成粗事。哎呀，好了吧？嗯，它够大。走弄，走吧，摘过，看我种到那，在那墙后头，净长那草，摘号的发的大，现在草都吞噬了，长草这，走。就是那盖巴田想起来了，接一接着，是吧？盖巴草啊，你看，嗯，是吧？谁找的叫我啥草啊？算了，这是两筐了，成了，还有一筐，两筐让它再分开。你再分开，它会硬。嗯，分开了。俺移了三棵这，艾叶儿，移了一棵藿香，这栽了栽。今年在这就不长野草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好了，这草清理了。啊，草弄了热的。嗯。